满足客户的需求，门市新购入了两台 Epson 36寸的工程影像绘图机，印刷品质相当好，线条精细，色彩鲜艳饱和，做海报输出没有问题。工厂也有配置64寸广告大图输出机，它的色域广，印刷一材只用了 0.8cc 的墨水，有效降低使用成本，印在透明材质上完全不会偏移，还可以配合切割机使用，为客户提供纸盒打样、无框化、卡片等一条龙服务。经典计划在2024年前达成50间直营门市的目标。